近期，狗仔拍到张国立妻子邓婕带着领养子女吃饭聚餐，一行人从餐厅走出来，想让乘车离开，可是却没有见到继子张默。当初张国立和邓婕结婚后，考虑到张默正处于叛逆期，就没有生子。到后面邓婕年纪大了，也就没有生养了，领养了孩子。前段时间，张国立也被拍到和儿子张默聊天，现在看来一家人也挺幸福的。啊，张默16岁开始叛逆，开始，15岁的时候都听话了。张默其实小时候是特别听话的一个孩子。也不知道怎么就从16岁开始就完全变了，没有任何征兆。对，现在就好了，现在就懂事了。